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，为自己的人生心愿上升，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，下一个吧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，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，那今天肯定不行，因为哎，我问问他，我问问他。好的好的，你回去吃。你也真是好几节摄像吧。啊，这也没水。现在到哪儿？这总像有点。现在到哪儿了？是我的兄弟们，现在到哪儿？我从那边过来，我刚看这边有点张不出溜。老大，扶着。老大的脾气就这样，说影响他们下颚的发展。哎。你自然在门前面，你问他是不是这样画的？自然在不在？哎呀妈呀，这往后走啊！你问问自然，他们考勤上这些工种是咋个整法的？熟了吗，张张？哎，没熟就在等一会儿。放放放，熟了。这他还不得让你骗呢？哎呦，是这么演的吗？来来来，我给你说。叫适应期，是特别突然。出不出卖你老爸吧？你说吧，你连你老爸都出卖，你也不是好女孩。你看，张大爷不是好女孩。来，那边有个小朋友也在这儿。哎，不好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列车没在家，那是明天的站。到达万国港的时间是19:39，停车4分钟。那这个时间需要交钱127。哎，我可以放到那个我们物业前台呀，对吧？我把指定码写上呀。太好了。我放家门口。好，那明天我们。回烦了点，跑到济南去了，再跑到天津。为了保证乘客安全和大家的身体健康，我们这趟列车实行车厢内禁止吸烟制度。要停车。中午3:30到大连。两端吸烟处去吸烟。您在吸烟时，请注意将车厢关门关闭。到了天该黑了吧？5:00-6:00天就黑了。吸烟处设有烟灰盒。请您将吸剩下的烟头吸完后放到烟灰盒里。谢谢合作。别到时候已经死狗眼了，哎呀，往里粘。啊。一回到这个蹦极，记住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最确保安全。接着准时，不要激动太慢，以免列车晃动烫伤了其他人。刘叔，你说这是什么？啊？不知道，紧不紧张？紧张。紧张。特别紧张。
就是你的牌子，特别好。哈哈哈哈你的牌子特别特别好。我不要，我吃喝一尝尝。你看他，他叫哎，你看他们家现在门到房间都在跑，是几点？你看，哎，几点？吃饭了。晚也睡觉了。晚也睡觉了。那你看啊，这都是娃娃的呢，也走来走去，你这站着不方便。娃娃太疼。我家气氛不睡觉，拿下刘总来。你小时候也明白呀，你小时候也明白，上边那么兴奋是吧？他小时候走过，上边。他小时候走过车，你也没有像别人那样的兴奋，他一直这样。他都开始吃粉了啊！好不好吃？你吃粉还是面？面。这一点能吃饱吗？再喝个饮料啥的。你念咱爸爸就是。Thank you.
买自己买的小冰箱带着。
坐车晕车，自驾的话还晕车，坐火车你这个一到富平还冷啊，你怎么搞？你在那个地方是不是从家里边上面？你在这边那上面。啥了要干？你就吃啊，给你妈吃。我不吃呗。给你妈妈吃。这啥玩意儿？吃啥？你啥都要先吃。榴莲。你手不要给我买马抓的。你吃吗？他这说上说，他这说完了就不行。哎，反正已经按上了，不热不热。是吧？不吸引人，你这样子。你看，就是会拍电影。一样的。安徽哦，他们这三城市。浙江现在流行是两层别墅，以前浙江是三层。现在流行把两层三层拆了盖两层。凌晨还到，凌晨到济南，然后白天还到西安。他想凌晨去下天多少时间？在这里能够到吗？济南天多少时间？你想看什么？让哥接着。今天晚零点到济南，然后天津时间早五点到。就直接一头胎就下去，24分钟济南得下去。零点到一点就下去。对，不是，我一掰一下掰。零点十二点，你咋起来？你两点钟都没睡了，你。秦皇岛山海关，就是掰扒了一下，不是，牛，按钮那边扒了一下。逛那么多天，没想到你们这逛了三天多受不了。我们喜欢到哪都有车来，知道吧？不用自己租，也不用自己租，送到地方我专业。那就租个车自驾，就跟你们这样。这里。谁拿你行李箱的东西呀？行李箱比你还好。我拿啥？我拿的是更爱。没有。人家拿。小叔带来了红花皮鞋。多卷，千万不要卷一点，真的。坐火车也要学习。坐火车要卷一点。吃完了，吃喝完了，完了人问谁呀？这几个真脱，找个地方拿放去。反正那边已经堆满了。接着堆。看，这还有，还掏了，对吧？完了，再往上再跑。这啥了？你别管去他干啥？不，这样子，你们让我操操心。你们让我别操心。那不是不要了。你们让我不操心。这样，好，找个地方放，放心。Thank you.
看能不能躺着看完。干啥？怎么这样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大擦的，他就把那绷带。再画点。儿子，干啥？行吗？扯票去，这事儿有点小你俩过来怎么是亲的，闲鱼儿。老家伙全在吃了，咋卖了？你看人家小孩到穿，你看你妈妈是这样。
哎呦，一嘎有几个，一嘎有几个，你知道吗？对啥都没有兴趣，没有追求。吃盒饭呢啊？对，刚吃完来喝的。上面给了一份儿，多少钱一份啊？25。你看这个，像那个30，都可以叠一个桂圆拌面了。这边的。
晚上我一般都不吃。
你看你身材就好。要不就是哎呀，这都不算了，他这排面不算。全糖再加一般。怕人不吃吃多。就是怕倒。你的开淡水。吃的吃的蔬菜水果，现在晚上连水果都不敢吃。哎，晚上吃的少真是有毒，不要晚上吃的还真不行。现在就好吃。是晚上不吃它绝对不长肉，就白天就是三点之前吃菠菜嘛，只要晚上吃肯定不长肉。因为我有两个月早上饿都不行，然后不能吃，没人打我想吃，别人打什么早上晚上下午三点之前吃，或者三点第二天就是不长肉。他做个支线，我之前是中午吃的，好长好一两年是中午吃的饭，不行。但是中午不怎么吃饭，就是说还有晚上吃，就是晚上得锻炼，晚上过长时间。不锻炼，晚上就。现在就是晚上就是。老弟啊，你这不吃饭了，哪去了？你不吃饭了？我老弟现在吃饭饭。就是
我这儿就不用了，这垃圾是不是不用了？我一张了。
20斤呢。妈妈把我小妹妹给我拿过来。Thank you.
我就想，我能想象得到，自己从来没有看过那时候，
个胖的时候，你去买个裤子回去还得裁，因为都长了，因为腰粗。现在减下去以后，现在买裤子都不用裁腰，也不用裁裤子。你要多喝水是吧？之前还有做那个卷尺，晚上还做卷尺。
现在这个昨天，现在就觉得这个天气一般，有时候不然让我请坐的话，容易这个腰受伤。老公就在那个架子上躺着，这样子。让我请坐，咱坐340。你这量太大了，我要你这么量的话，我估计我肯定得瘦了。我每天晚上做这个操，做这个减肥操的话，做大概20多分钟，半个小时，也是一千克，也是4套。车前方的展示东部站，下车的旅客。
请带好自己的物品，提前到指定车门口下车。下车时请注意车门已站稳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洞湖站不要到。没有遗传，我们家爸我妈都不练。哎，我现在暂时就是出去玩了，然后他里面就是
个有的有的人呢，他比如说音乐或者好像他们那个成绩练功就咋说？比如说是。哦，然后是一个二等，都不是当时的，然后后面一个是文凭及格证啊，休年假又是终身，又是啥的。他公布那两个。一月份应该是，那就应该总平均啊。是五年前了，那时候他改革。你成绩好几个。这个是清华的大学生，他们也没成绩。像清华大学生对这个没成绩的，我给他报过，像什么谢子帆、张星宇、肖亚健，他们应该是今年新工的。他没说没定职就不报呀，应该是那个啥也报，只是后面备注新分大学生没定职嘛。对，这个我咋说？你几月份没有？我给你有好多好多没有，相当于新闻大学生的就，你看，应该是一个多少？三月份考了，然后四月份没成绩。多少回家？没成绩啊。反正我不知道，你哦，你说肖亚健那个是吧？你说肖亚健那个是吧？转岗反思那个。你看这样子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是转上那个主页上有个他公布的那个成绩，那个我觉得应该是所有人都有的。你看，你把段子主页打开，有个直推专栏。那个每个月不也有补助吗？那个我在哪找？你先把段主页打开了没？你先别急，我先把所有的当兵你和三都刷黄。当兵还少。刷黄不行，一会儿给你拍出去，因为有的人他是那个啥了呀。